洗洗搓搓搓，又揉揉我家的浴缸，好好搓。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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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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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噜啦噜啦噜啦嘞。好，再一次掌声，谢谢芝麻街美语北投分校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接下来，借用各位热情的双手，欢迎我们的温泉季，因为有大家的爱，所以更加的温暖。希望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更加珍惜的彼此，也一起呢，带着家人来趟旅行，让我们的身心更加的舒服。这里掌声呢，也欢迎我们的柯文哲柯市长也来到现场，也请市长先入座，谢谢，欢迎市长，谢谢。今天呢非常开心呢，我们的柯文哲柯市长以及我们许多的长官也到场共同的支持，非常感谢我们柯市长的莅临。柯市长的掌声在哪里？掌声欢迎一下，市长好，谢谢，感谢柯市长莅临支持我们的活动。同时呢，我们台北市蔡炳坤蔡副市长也来到了现场了，欢迎我们蔡炳坤蔡副市长的到场支持。继续呢，我们今天现场也很高兴哦，看到包括我们台北市的谢明珠顾问也到场，一起来共襄盛举，谢谢。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蔡宗雄局长也与我们一起来关心了我们美好的温泉文化。台北市北投区余宝云区长也与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一次的盛会。好，非常高兴有这么多的好朋友今天都到现场与我们齐聚一堂哦。那我们相信呢，在每次温泉季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共襄盛举，一起期待，每次最感谢最感动也最出力的，当然就是我们台湾商圈观光发展联合总会暨台北市温泉发展协会嘉宾预计全体与会人事件。星期定于109年10月22至26日举办2020台北温泉季祈福盛典北投亮起来商圈产业及观光发展整合行销论坛暨台北北投花浴一节系列活动，特点致贺支盘借由此项盛事同宣本土特色文化，行塑温泉城市风华，体现深度知性旅游，携手为打造慢活友善之美丽国度贡献心力，建筑活动圆满成功，诸位平安如意。我们也掌声谢谢总统的祝福，谢谢。马上呢，欢迎呢，永远带着我们台湾，让台湾的温泉让世界感受到我们的温泉。掌声，让我们欢迎台北市大家长柯文哲柯市长，请上台，掌声鼓励。欢迎我们亲爱的市长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温泉季今天的开幕晚会更加的盛大，更加的温暖。谢谢，抱一个，抱一个，哈哈哈！哇，我们的女巫娃娃也要一起来欢迎市长喽！谢谢，来牛奶娃娃，我们往你的右手边，谢谢。先到两边，来来来，好，我们这个温泉协会啊，做水媒理事长哦，还有我们叫观光局局长哦，我们今天也来了几位市议员哦，我看到这个陈建明啊、李富忠、王玉芬，还有这个林亮君哦，好，我们。现场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oh. ，这个泡温泉哦，是我们台湾人喜欢的这种休闲娱乐。那在台湾虽然有很多温泉哦，可是我敢说哦，北投是其中哦最好的理由之一的哦。第一，坐捷运就可以到，这是台湾唯一可以坐捷运可以到的温泉。而且哦，我们台北是在发展那个所谓吴维祥博物馆的时候，你看，其实那 idea 就是从北投开始的。北投这个地方哦，它不是它除了有温泉这种天然景观以外哦，更重要是它历史非常的丰富，而且哦，在台湾哦，要找一个有那种日本那一种，我讲就那种香根或者那种京都那种日本的味道的地方哦，北投最明显的。那我今天下午啊，其实我去的上面从这个北投文物馆哦开始，你看文物博物馆，还是去的这个普济寺哦，然后。我们的梅亭，还有在我们的温泉博物馆，
事实上我们这里还有地方哦，全台湾最漂亮的图书馆，你知道北投图书馆。那从一路下来，从这个北投公园哦，这个七星公园到七五公园，还有我们这个新北投车站哦，车厢，这个可以说哦，走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你会感到一种，就是有一种 feeling 那个感觉，就是走好像走在我每次说哦，所谓的乌龟乡博物馆啊，就是说你走在这个街道上，你会感觉哦，历史那个故事在你的身边流动。其实这个地方哦，还有张少帅的故居，你知道哦，有很多很多的这一种历史纹路哦，都在这附近。所以到北投哦，它不仅是一个泡汤，你知道，更重要，它你就是走在这个历史的感觉里面。那其实是这样的哦，一个地方哦，要能够受大家喜欢，你知道，不是只有泡温泉的，不是只有看纹路，还有哦，这个地方有酒家菜，你知道，这也是很特殊的这种饮食文化，那卡西。所以它整个组合起来的哦。结论就是这个地方值得我们全台湾的哈、哦、国民哦都来这个地方旅游，特别是哈、哦、我知道每年有600万人次到日本去，是吧？那现在目前是不能出国哈、哦。如果你要在台湾选一个哈、哦、最有那种日本风味的地方哦，答案就是北投。所以非常欢迎哦，那600万不能出到日本去旅游的观光客，你知道，全部都到北投来泡温泉。坦白讲哦，我知道泡温泉也是。泡温泉也是陈佩琪最喜欢的，我只是没有时间带他来，不过他有时候带小朋友自己来。那这个我们这个温泉季哈、哦，从今天开始5天，你知道哈、哦，那预祝这个活动顺利，知道哈、哦，那这个生意哈、哦，这个爆红。好，我们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市长，请市长留步在舞台上，即将为我们捐血进行呢，今天我们捐血捐赠仪式的见证。这里呢也要有请的是我们国际扶轮哦，我们欢迎的是这个我们的地区总监阮前职阮总监及我们第八分区全体社长，请莅临舞台上。当然也要有请呢我们最美最水的周水美理事长莅临舞台上，谢谢，欢迎。哇，今天呢也要欢迎我们有莅临的第八分区的全体社长共同共襄盛举，来到这边与我们见证这美好的一刻。从2012年开始，欢迎还有我们捐血中心呢，欢迎我们的主任代表，有请我们的蒋志宏组长也莅临舞台，谢谢。从2012年开始，温泉协会在我们每年的台北温泉季，欢迎大家一起来捐血，每年都捐出了这个上万袋哦，而累积的金额也非常的惊人。到我们今年呢，已经呢到我们破千万的数字了，我们是掌声谢谢温协，谢谢。这里我们捐血中心的蒋组长也要代表我们捐血中心呢上台来和大家说几句话，感谢呢我们温泉发展协会对于捐血中心的付出，有请蒋组长和我们说几句话，谢谢。请蒋组长上前来和我们说几句话，感谢大家，也谢谢我们温协所付出的心力。周水美理事长所代理的一个福伦社的一个社友哈、哦，那我们今年呢预计呢我们捐了周水美理事长代表捐了10500个血袋哦，那金额是突破110万然后、哦，那从2012年到今年为止，总共捐了超过12万个血袋，那金额是1100万以上哈、哦，哦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对。那其实从2012年到现在，那我们这几年累计也办了很多场的捐血活动哦，那募到的血液大概有将近6000袋哦，所以也非常感谢哈、哦，非常感谢，对。谢谢，也希望我们大家有泡的温暖的汤，也可以我们捐出我们温暖的热血。再次感谢呢我们国际扶轮3523地区第八分区的全体朋友，也在我们市长见证之下一起望向正前方，留下精彩的合影。来，我们请看一下举手的大会摄影师，谢谢穿黑色衣服举手的这位先生，摆出最帅气最温暖的笑容，先比个赞，捐出热血，捐出我们的爱心，比个爱心，谢谢。好，非常感谢我们扶轮社的好朋友，也请呢我们的柯文哲市长以及周水美理事长留步在舞台上，有请我们的阮姐，我们欢迎的总监以及第八分区的好朋友先回到座位区休息哦。马上呢即将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会马祈福仪式，共同望我们的台北，让我们现场更加的温暖咯。好，那这边呢我们这里呢也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组长，谢谢。好，这里呢我们要欢迎的，我们即将要开始呢我们今天的会马的祈福仪式，这里要欢迎的是我们
交通部观光局张习冲张局长，欢迎我们台北市蔡炳坤副市长以及我们北投区在地的我们的余宝云余区长来到舞台上进行呢我们今天的启动祝福仪式，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呢在后方哦，我们这次以会马祈福作为主题之一，也有请呢我们的柯文哲市长、水美理事长、张局长，还有我们的副市长及区长为我们写下祝福，谢谢。在这一次我们以祈福为主题，希望呢可以借由大家的祝福让疫情早日过去，也希望呢我们在大家的祝福之下这个世界会更加的美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市长也帮我们签个名好吗，谢谢。也看到我们市长呢为我们写下的是平安幸福。那我们的水美理事长呢这里呢也要送上了我们的商圈哦，祝福大家生意兴隆，谢谢我们区长，希望我们每个朋友心想事成，拥有快乐的北投。而局长这边啊告诉我们北投泡好汤，全民乐安康。而副市长也要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咯，谢谢我们台上亲爱的长官，谢谢。这里呢也要呢有请我们长官稍稍往前一步，谢谢谢谢。那我们这边也要进行我们敲钟的祈福仪式，钟响一敲，祝福我们大家平安吉祥，一切的福气共同的温暖安定着每个人的人心，让我们有更强大的心智，祝福上天，赐福台湾，国泰民安。这里呢也有长官稍待呢，恒军这边会讲出全员祈福，也请与会的贵宾为我们喊出点亮北投。听到点亮北投之后呢，有请柯市长还有我们与会的贵宾大力的拉动我们的神摆，要进行呢我们敲钟祈福的仪式。稍待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前方我们会有一些亮亮的特效出来，好，所以可能需要有一些微微的距离在，要帮我们大力的拉动这个响声哦。现场准备好的朋友掌声来一下，呼呼，希望平安，希望祝福可以一起陪伴着大家。我会喊全员祈福，也大声的喊点亮北投，喊完点亮北投就要请市长和贵宾大力的拉动我们的敲钟神咯。准备好了，全员祈福，点亮北投。熊赞也一起靠近我们中央的位置哦，望向前方，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好，也欢迎我们今天很高兴哦，有许多亲爱的长官莅临，一起望向前方拍一张合影，谢谢。好，来，一二三，赞！今天我们很高兴有许多呢爱护我们的议员好朋友莅临，这边是不是我们与会呢邀请我们的议员好朋友也上台跟我们一起合照，欢迎我们陈建明议员，欢迎我们黄玉芬议员，还有我们林亮君议员，还有我们在场呢许多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也上台来和我们一起拍摄精彩的合影，感谢大家，谢谢。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玉芬议员请上台，小心您的步伐，谢谢。好，我们一样比个赞，望向前方，希望我们平安，希望大家健康，希望温暖在我们的心中，一起照亮了彼此，一起照顾着彼此，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有我们的小朋友也要上台，来来来，小朋友到前方第一排哦，好，小朋友到第一排这里，哇，好可爱哦，谢谢我们芝麻街北投美语学校的孩子哦，以这么可爱的舞蹈让我们现场呢感受到我们孩子最纯粹美好的笑容，谢谢。好，那一起来比个爱心，看向前面，手指爱心，好可爱，看向前面，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来，大会摄影师帮我们举个手好吗，来看一下举手这个叔叔哦，好，耶，让我们一起点亮北投，共同享受温泉的美好，谢谢。好，
继续邀请我们台上的贵宾们回到座位席，然后我们的摄影师会从台上拍一张全一段落。再次感谢现场好朋友的莅临哦，我们也希望呢，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一哦，一共呢我们为期5天的活动，所有的朋友共同的一起来支持台北温泉，来到这里感受温泉的美好，感受台湾观光旅游的深度。稍微休息一下，在傍晚7:30的时候，还有在台北放音乐的活动，来到舞台与大家一起感受呢音乐包围着我们生活的喜悦。谢谢大家，谢谢。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谢谢我们现场的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柯文哲柯市长以及呢。来泡汤的台湾啊就是特权了、啊、应该其他地方很难哦、啊、像泡汤都有时候疫情的关系啊也不好做。那我们今年的这个温泉的一个活动呢、啊、非常的多，因为昨天呢、啊、我们就刚在台南的这个关子岭啊，我们也把这个2020年的温泉美食嘉年华也开幕启动了啊，跟着我们台北跑最快，接着在今天晚上就开跑我们的台北温泉季啊。那台北温泉季啊，它最特殊的就是我们拥有最方便的交通，拥有最悠久的泡汤文化历史啊，而且呢拥有最特殊的一个泉址啊。我们说台湾是宝岛，但是台湾不只是宝岛啊，它是温泉的宝岛。我们台湾自然涌出的温泉呢、啊，超过100个地方，100处。我们把它划分为19个温泉区，全岛、全台湾每个地方都可以去泡温泉啊。那北投啊，最特殊的不只是这些啊，包括它的泉质啊，还有啊泉。第四排开始，哎，第前三排留起来，哎。
好，我们谢谢芝麻街，谢谢我们芝麻街。好，在这边总各位姐好。